سربرايز.他为什么会在这儿啊？你们孤男寡女的为什么又住在一起？啊！哎，刚才我看见他系扣子啊！你们俩不会一军？天哪！黑白配啊！什么情况？你们俩什么情况？马成俊，马成俊，你为什么叫我俊俊？你不会真的把我绿了吧？江某之所以住在这儿，是因为他是我的保镖，要贴身24小时保护我。我该说的都说了，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也没办法。我累了，先睡了。送客，我受够了！这这，今天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要么他走，要么我走，你选吧。成俊，我发现我一点儿都不了解你。在我的心中，成俊是一个温柔、大方、善解人意的人，他从来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跟我吵吵闹闹。看起来，我们是时候该审视一下这个关系了。都这样了，还要我体贴？什么意思？要跟我分手？我们好好冷静一下吧。爷爷，爷爷，你别打了我。小莫，我告诉你，有老公的女人，碰不得。当人的小三儿，也不会有好下场。他好像自始至终都没答应要和你结婚吧？我家妍妍现在太忙了，暂时不想跟我结婚而已。其实女人没有现在想结婚和现在不想结婚，只有想和你结婚和不想和你结婚。你时候不早了，我们要休息了。请回吧。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小三儿啊！他居然选那个小莫，他居然赶我走！马成俊。你现在是不是只有那个林岩？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人能拒绝我马成俊呢？啊，我这么优秀的男人，没有人可以抢走属于我的东西。林岩，你是属于我的。你是不是有病啊？中了林岩的邪了？林岩，我会把你抢回来。马成俊，你竟然敢这么对我！岩岩，我会把你抢回来的。马成俊。一会儿把牛奶喝了吧。你刚才为什么问我？之前不是说我戏太过了吗？刚才马成俊又不在。你冷静一下。需要冷静的是马成俊，我现在热得很。你刚才和马成俊在楼下说的话我听见了，有什么问题吗？
我和马成俊说要冷静一下是为了吓吓他。在我没有真正夺回林氏之前，我不可能和他分手的。还有，我要提醒你，我们之间只是雇佣关系，你只是我的保镖，你不应该介入我的私生活那么深。更何况，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稳住马成俊。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怎么夺回林氏，其他的事情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这些都是借口，你对我有感觉的。你要明确你自己的位置。自从你来了之后就没有休过一天假，这两天就好好休息。好，知道了，我会明确自己的位置。其实是你自己想冷静两天吧。肖哥，贺总让您这次无论如何也要去见他。好，我知道了。成俊，这些年你从林氏转移的财产都够咱活下半辈子的了。那个林岩就算抢走了林氏，也只是一个空壳而已。不如我们拿着这些钱跑到国外去。你懂什么？我一定要得到林氏。不行，我要立刻和林岩结婚。马成俊，你到底是想要林氏还是想要林岩？我都要。我马成俊从来没有输过，你老提林岩干什么？你不会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取代林岩吗？马成俊，你把我当什么了？我在你面前什么都不是，还不是条狗。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就挑明了，想做马夫人，你不配。马成俊，如果我得不到我想要的，你也就什么都不是了。你要乖乖的，我们的关系还能维持下去。你要再这么三天两头的闹，就给我滚蛋。林岩，为什么你可以轻易拥有一切，为什么我拼尽全力却还是被人嫌弃？我受的委屈，我要你也尝尝。Find so hard for a way out. Feeling like you're trapped inside, no place you can run and hide. Looking for a light that'll stay on. You'll be safe and sound. I'll be right there when you're falling down.
we'll be safe and sound. It all be around. It all be around. I can sit in the sun, I can sit in the sun, just here to listen. I'll stay with you till you feel like you again. You'll be safe and sound. I'll be right there when you're falling down. Rest your mind, 'cause I'd walk the fire, carry the flames, even in sorrow and all the pain. You'll all be around.